你的手机容量多少？才16G 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来给你介绍一个很棒的产品，让你知道说我们16G 的手机的话也可以搭配这个产品。那我们这个的话呢，想要问一下大家，有手机的举手，有平板的举手，有笔电的举手，有桌机的举手，你什么都有是不是？你什么都有，来来，先送你一个这个。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，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件事情，就是从平板把我们的资料抓下来之后，在我们桌机打开会忘记说我们到底档案存到哪里去了，到底是在哪个信箱，到底在哪个邮件，会很麻烦，还要再去找一次，再去把它给下载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样麻烦的情况之下呢，我还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棒的产品，就是它可以随身备份，又不占手机空间，容量也很大，让你可以安全性绝佳的个人储存空间。要来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们 WD 的 My Cloud Home。在介绍之前，要先来让大家看一段影片。好，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My Cloud Home， 在家里面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我们的电脑来做连接，连接好之后呢，就可以带着你的手机行动装置出门去啦，跟我们的家人在玩乐的时候用手机拍照、拍影片等等的，都可以直接备份上传，可以直接备份上传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回到家里面的话呢，它其实是可以帮你自动备份的，可以帮你自动备份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的手机的照片会重复传上去。那如果在家里面想要编辑浏览的话呢，也可以将你的记忆卡直接插在 USB 的连接部上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用电脑直接来做一个整理的动作。所以影片中所介绍的就是 WD 推出的 My Cloud Home 个人云端装置。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朋友们有购买就是我们的个人云端过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用过嘛，就连主持人都用过了，你们怎么会没有用过呢？在网络上面的个人云端应该有些人有用过嘛，对不对？有嘛。那有没有人的云端是我们每一年结束之后要再付一次钱？几乎都是每一年结束之后付一次钱，要不然就是你的容量太少了之后，你还要花钱再继续买，然后花钱再继续买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，就是你每一年的就是储存容量都是够的。因为像主持人就是你知道相片多影片多，每次传个几张上去之后，然后我的容量就已经没了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再来 My Cloud Home， 它是一个你个人可以管理的私有云，不用像我们一般的公有云一样怕被人家侵略。所以这边的话要介绍以下的五大特点给大家认识咯。第一个就是随身备份，不占手机空间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照了一缸子的照片之后，发现你的照片你的手机容量不足，所以你只能一直删照片删照片删照片。但是现在来让我们花花示范给大家看，如果你的行动装置上面已经有就下载我们的 APP 的话呢，点开来，因为我们现在这台的平板连接上是我们旁边的 My Cloud Home，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就可以将我们这边按中间的新增，就可以将我们刚刚所拍的照片啊、影片啊选取好之后，按上传的动作，它就可以将照片直接上传到 My Cloud Home 的云端里面了，所以它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不占手机的任何容量。再来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随时分享不受限制。如果你今天是在家里面将你的照片把它给储存到了云端，就是 My Cloud Home 里面之后，你出门了但是想要跟朋友分享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是一定要开云端把照片抓下来储存到手机里面，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它抓取的时间，然后你再把它给传出去。但是今天如果你是用 My Cloud Home 的话呢，你的手机里面有 LINE 有脸书有任何的就是通讯软体，我们直接点任何一张照片，这是我们的云端里面的照片哦。点了任何一张照片之后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，我来到了展场 WD 的摊位，我直接点旁边，然后我们会有共享，我们有一个共用，有没有？直接点下去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将我们的照片，利用我们的 LINE 啊、脸书啊、邮件啊等等的，把它给传送出去，上传分享，所以大家就不用再
多一道手续，把它给储存下来之后再把它给发出去哈。再来第三个的话呢，即时共享的娱乐平台，让大家可以就是更清楚明了的看一下我们大字报啦。即时共享的娱乐平台，就是如果说在家里面大家想要来看韩剧、看日剧、看美国影集，但是如果说你的影片的话呢，你只有一台 Smart TV，你只有一台电脑，你还要上网去在那边抓，去那边浏览，你花了很多的流量，很多的时间。但如果你今天一次把它全部抓了，放到我们 MyCloud Home 里面，只要你自己拿着电脑连接上 MyCloud Home 之后，就可以来看韩剧。那你的妈妈想要看日剧的时候，她就可以用 Smart TV 直接来看日剧，就是连上去之后就直接看日剧。而且如果你今天的小朋友是在国外念书的，他也想要来看这些东西的话呢，但是他又不想要花他自己的流量怎么办？直接连上我们 MyCloud Home 的时候，它有个使用权限，就可以直接在国外连上 MyCloud Home 直接来看影片，就不用花到它在当地的流量啦。第四个就是安全无虑的个人云端，因为刚主持人有说到，我们这个个人云端是私有云的部分，所以你是自己可以管理的，自己可以设定使用权限。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，小型工作室要将档案传给你的朋友们，传给你的同事们，直接将档案丢上去我们的 MyCloud Home 里面之后，公司的同事都有使用权限，所以他们都可以直接在里面抓取你的档案下来，就不用担心说我们的这个会被别人入侵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有设定权限的部分。第五个的话呢，高 CP 值，一机多人用，一台 MyCloud Home 的话呢，都可以全家共用之外，而且不到5000元即可永久享用2TB 2TB 的储存空间。我相信很多人有买过网络空间的都知道，我们是年年缴的，你要年年去买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绝对会比我们在我们年年缴的那一些云端里面的话还要来划算，还要来划算。而且它的话呢，真的是五大特点，大家要先记好了，因为我要来送礼物给大家了。等一下的话呢，大家麻烦帮我就是手要举高，然后要有声音才会有礼物哦哈。刚刚有听了那么多，先来问一下，请问一下 WD MyCloud Home 可不可以透过 WiFi 随时备份跟分享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，没有错。那再来的话，有没有人可以跟？